邻里消息带你看到永和民乐里办共餐活动，新世波的公益列车也跟着开到了里内，教长辈们动手 DIY 做拼豆钥匙圈。长辈们刚开始本来说视力不好，没有自信会拼出来，没想到大家最后都拼出了心得，也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成就感。永和秀朗活动中心热闹滚滚，许多长辈活动前就来准备，相当期待拼豆 DIY 和共餐结合的民乐里活动。许多长辈看见拼豆材料，直呼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没想到大家越做越投入在其中，对自己的作品都相当满意。今天早上我到清洁队去上课，来到这边看到老人家都很用心，微笑的在组合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图案的那个钥匙圈，觉得好高兴好兴奋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老人共餐，那老人共餐部分呢，我们响应环保，所以我们所有的碗筷餐盘全部都采用不锈钢，让老人家吃得安心。这是很感谢新世波能够提供我们这个 DIY 的活动，那我们这次的老人共餐办得很成功。民乐里里长刘善珍积极推广社区共餐政策，希望鼓励里内的长辈走出家门活动筋骨，还有许多里长都前来互相观摩学习，希望彼此都能将共餐活动越办越好，成为里内长辈最喜爱的活动。中嘉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。